这个火灾发生得有一个月了，一直也没查清原因。他们各方面工作压力非常大。一个月前？对，是一栋老式住宅楼起火，房屋现在坍塌了，现在是一片废墟。邻省消防部门非常着急，他们点名邀请你陈凯林带人帮助他们查清起火的原因。死人了？死了三个人，十个人有伤。陈处长，这起火灾的调查难度就在于离起火的时间相距的太长，房屋全部焚毁，现场破坏严重，取证也十分困难，可以说极其的艰难的。兄弟省市的有关部门要是没有遇到极大的困难，顶着极大的压力，他们也不会找到公安部，并且点名要你去。我可是向部领导表了态的，我们全力以赴。现在我们就想看看你还有什么想法，还有什么要求。总队这边由陈部长负责协调。具体什么位置？距离能有200多公里吧。蓝房市蓝新区，坐吧。一个正在拆迁的居民区，你们到那儿以后，蓝房市消防队会全力配合你们工作的。老陈啊，兄弟省市的困难，那就是我们的困难。我希望你代表我市消防总队，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，出色圆满地完成此任务。你现在手上还有没有没有办完的案件呢？目前重大特难的案子都结了，西郊极速网吧的这个案子也结了，马上移交给刑警大队。这就好。等你们从蓝坊回来啊，我们再把极速网吧的纵火案的调查过程好好总结一下啊。我听了陈部长的汇报，也看了你们上报的材料，我个人认为这是火查工作中的一个创新啊。火灾调查工作不仅仅是现场勘查取证、痕迹判断，要善于利用思想工作这一有力的武器来辅助火灾调查，才是这个案件的一大亮点。而且你们的战术思想清晰，战法步骤得当，能抓住多条线索展开外围攻坚，最后突破当事人的心理防线，这一仗打得很漂亮，不失军人本色。哎呀，总队长，当初凯林跟我说他想法的时候，我还真有些犹豫不决呢。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，火灾的起因也有了新的变化趋势，所以我们不去研究新形势下的社情变化，不去了解学习新的知识，那我们就难以发现某些死角和盲区。如果没有你们这次对当代在校中学生的思想状况深入调查研究，你们就不可能如此精准地把握那位学生走上犯罪道路的心理历程，也绝不会那么快地找到突破口。这就是经验和创新的结合，是火灾调查领域中的积极探索。我希望你们能够再接再厉。刘副大队长，你跟我们家柯凡是同职同级，但你比他更能理解我们的火查工作。今天我把网吧火灾案移交给你们刑侦，顺利与否就全看你了。我很看好你哦。别，嫂子，您这顶高帽子我可是不敢戴。科队现在是另有任务，这份材料我可以先看看，不过回头呢还得听听科队的意见。论业务能力啊，我这个副大队长跟科队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。哼哼，你们老爷们儿啊，只要是哥们儿兄弟，没几个给当嫂子的说实话的。哪儿疼呢，嫂子。嫂子，你喝茶。哎，小菊，
刚才你说柯凡怎么了？回家了？柯队说他今天不舒服，请假回家了。你不知道？他不舒服，哪儿不舒服啊？我真不知道。哎，这可不对啊！你们两口子之间还互相保密啊？有什么好保密的？他不是一直在办开发区的一个什么药厂的人命案吗？好几天他都不着家了，是不是案子办得不顺利啊？不是，主要是田局觉得这事儿……嫂子，要不然这样，我现在给柯队打一电话，说你来队里看他来了。你问问他好没好点。别打，他现在说不舒服就是心里不舒服，你们甭管了，我回去一趟。周处，嗯，这个你们是在哪儿找到的？是当事人自己主动上交的，应该算坦白交代吧。坦白交代？嗯，是啊，纵火原因、放火的经过都是他自己说出来的，而且在他自己的博客里也公开发布了。你们没给他们上一点手段，他就招待啊？没手段当然不行了，不过是温柔手段。给他一些温暖，给他一些关怀，一个孩子，一时失足也是难免的，让他自己知错就行了。我听说了，你们给他交了住院费，另外通知他的亲生父母，动员他们到医院去看他。行，你们这招比铐起来好。我们也有戒惧，但程处的想法是，给一个孩子戴上手铐容易，但是心灵的镣铐再想打开就不容易了。我们还是想方设法让他自己走出阴影吧。挺舒服的呀，哟，红酒配花生米，再给你来盘臭豆腐，咱也上点档次啊。行，我看行。行了你，有病吃药，喝什么酒啊？哟，酒量见长啊。酒逢知己千杯少，哎，你回来正好，咱俩喝一个。我刚才去你们队里。他们说你不舒服请假了，我就赶紧回来了。柯凡，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太好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跟我说说啊。哎呀，这人要是倒了霉啊，喝凉水都塞牙缝。不说了，喝酒。喝酒不塞牙呀？哎呀，喝酒就没事了。柯凡，你这样不好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有什么不顺心的，你就说出来。一个人在这喝闷酒，哪有知己跟你千杯少啊？我有老婆呀，咱俩不知己谁知己啊？好，知己知己，但是你什么都不跟我说，咱们能算知己吗？你要是想喝酒的话，这样吧，我去炒两个菜。喝酒也得有个喝酒的样啊，就靠几粒花生米算什么呀？哎哎哎！别做菜了，太麻烦了。我和你说，我郁闷，特郁闷。是不是那个开发区的案子的事儿？对，就是那破案。田局他干嘛耍我呀？我勤勤恳恳、任劳任怨的工作调查，可他……先不说了，
田菊怎么了？田菊不是一直很器重你吗？他在刑警队当队长的时候，你就是他的部下，他对你还不够好吗？好，绝对的好。可是这次我糊涂了，他让我说假话，我说了。可是他又批评我不负责任。当着人家老总，一个女老板，人家是外资企业，外籍人士，一点面子不给我留。穷的我，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他要是冤枉了你，我去找他。替父喊冤啊？还是老婆对我好？我跟你说，以后这案子上的事儿你就别问了啊。那你就再喝一点儿，别喝多了。等会儿回屋里睡一会儿，有什么不痛快的，等酒醒以后再说，行吗？其实我喝的不多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我工作上向来都是非常认真，没耍过花头，没掉过链子。我破了那么多大案，田局他还不清楚吗？那也是在人田局的领导下，工作上才有的成绩。人家批评你几句你就受不了了，有你这样的部下吗？有点成绩就翘尾巴，这就是你的毛病。哎，我在外面受了汪当气，你不帮我排解，也跟着批评，不是，你还让不让我活了？你今天喝了酒，头脑不清楚，我给你排解不了。你呀，把这点酒喝完以后，回屋睡一觉再说。田局耍我那是田局的不对，我不敢找他别扭，他是我的顶头上司，不是我在自己家里发点牢骚，我还违纪吗？可凡，你最近的情绪的确不大对头，总是为一点小事跟别人计较。人家对你有什么看法，你不要去管吗？你该怎么干就怎么干。该怎么干就怎么干，这样行吗？怎么不行啊？你就说我吧。你怎么了？陈凯琳说你了？陈东升熊你了？没有，我就是拿我举例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一直就看不起我们搞火茶的，对吧？不是看不起，是你们在侦查业务上太外行。刑事侦查是门科学，非常严谨的科学。你们这些罢了灰的，怎么能跟搞刑侦的比呢？真是。但是，我就是一直在你这种看不起的前提下，一步步走过来的。爸爸是中国第一代火茶专家，我就是在他的熏陶下喜欢上这行。虽然你看不起我们这行，觉得我们是扒拉花的，但是恰恰我们侦破了多起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火灾案，你不服不行吧？哎，这个要说服啊，我还真服你爸，我老岳父老泰山叫的还挺轻的。你有服人的时候啊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这还别说啊，我岳父还真是中国火茶第一人。哎，他帮我破了一起重大凶杀案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爸没说过呀。哎，你看，这就是我们爷俩之间的事儿。年初，原庄小区毒气杀人案，俩老人煤气中毒死在家里。我们刑警队进出现场十几次，就是弄不清是自杀还是他杀。我回家，把现场勘查的情况和老爷子这么一说，老爷子就这么给我一指点。问问这家的保姆什么时候来的？嘿，这案子第二天下午就破了。真的？神了吧？你猜是谁干的？谁呀？这家的前任保姆。你说这保姆够狠的吧？所以啊，我服他，我不服你们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说到底，我岳父是搞刑警出身，我们是同行。嘿嘿，没脾气了吧？你就是看不起我呗，我也用不着你看得起。我该怎么干怎么干，用不着你咸吃萝卜淡操心。没你，我把火茶的活干得挺好的。再怎么，我也是火茶处的副处长，不靠你们，我们也拿出了极速网吧纵火案的人证物证，结案了，已经移交给你们刑警大队了。你不服啊？去问问刘副大队长，他都服了。就你这样下去，还想提正当大队长呢？我看连门都没有。别烦我啊，你走。
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，回你的火沙处去。你走。你走啊！你什么意思啊你？你走不走？你什么人啊你？走就走。还走？走走走走走走走。怎么了？又吵架了？天宇，你管管他吧，他现在还有当警察的样吗？没事的，我就是来管他的。你上班去吧，我一会儿啊跟柯凡谈谈。说你怨气不小啊！在队里甩板凳，在家里骂老婆，不得了啊！你柯凡，不是天宇，我坐下。李兰，我刚从家出来。什么？马上出发？这么急啊？周处，你还不知道咱们程凯林同志的脾气吗？他可是拼命三郎，只要有任务，他恨不得飞到火场去。你快出来吧，我跟贺参谋已经在你家小区门口接你来了。处长呢？他和林峰早就在路上了，连中午饭都没吃呢。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？没什么，挺好的。是不是柯凡跟你？没事没事，真的没事儿。你刚刚上车的时候我都看见了，偷着擦眼泪呢。胡说，那是我眼里进了沙子。对，那是咱周处眼睛里不揉沙子，是不是周处？哎，好看你的车。程叔他们已经到了，让咱们直接奔现场。这栋楼啊，烧毁至今已经一个多月了。原来是座完整的三层老楼，50多年了，有30多间房间，砖木结构，已经列入危旧房。因整个区域的拆迁工作啊，还没有全部展开，这栋楼的房主啊，就把能住人的房间啊租了出去。起火时啊，2楼住着4户人家，3楼住着3户人家，1楼呢，他没往外租，他住着这个看房收房租。处长，我来晚了。同志队，这是我们周副处长，哦，周元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贺小康，贺参谋。啊，你好。早就盼着你们来了。这可怎么查呀？哪儿找得到起火痕迹？你别说木着了。是啊，跟日本大海啸一样，这活儿啊没法干。
半个小时了，一句话没说。一句话没说？完了，他都没话说了，我估计是没戏。咱们呀，做好打道回府的准备吧。你们俩过来。我跟周处到支队看些资料，小康带你们俩把房基测绘出来，问问房主和住户，把楼房的结构图画出来，把住户的关系标注清楚。晚上招待所开会。是是，红支队，我们走。哎，这也是一个受灾户，因为没有地方安置，临时呢住在这儿等待处理结果。你们就住这楼里啊？是的，以前呀我们就住这二楼，就完了，啥都没了，全烧光了。就吃这些？这不没有办法生火做饭，社区啊就每天提供两份这个免费的盒饭。想法我可以理解，但我的意图，希望你一定要吃透了。希望这个案子尽快了结，你好投入新的工作。这场火啊，是半夜烧起来的。当时呢，现场很火。这个老房子呢是砖木结构，木地板、木楼梯，房顶上的木梁也是贯通。火势蔓延得很快，我们赶到的时候，三层楼已经烧塌下来。你们判断，火势从哪里烧起来？房主说啊，是从二楼烧起来。跑出来的二楼住户呢？说是被叫醒时，地板也着火，那大部分人都跑出来了。烧死的三个人呢，都是三楼的，一个被烧死在三楼，两个人啊是烧死在二楼和三楼的过道里，是一对夫妻。什么人报的警？是房主打电话报的警，他住在一层，他是在起火后被惊醒了才跑出来。也被砸伤了，但不是很严重。
程处长，我们也知道这场火烧成这样，时间啊又过了一个多月了，真是给你们出大难题啊！这样的场面啊，我们也是第一次遇上，现场几乎找不到一点有分析价值的物证，还有痕迹。楼里所有的木结构的梁柱、地板和窗户全都高度坍塌。 加上后来的坍塌，秃鹫石高压水枪的冲刷，灭火后啊，这个住户啊又跑进现场寻找各自的东西，现场是多次遭到破坏，这样的火灾情况简直是无从下手。哈哈，程处长，我们也知道，想在这一个多月前的废墟里找到火灾证据。 简直比登天还难，如果实在不行，咱们这个事儿就算了。只要你们来了，我们这起火灾的结论也就好下了。洪支队长，你的意思是查不出来就算了？这可不是，这不是明摆着吗？这一片废墟，别说找到起火点。 就是逃生出来的住户也没有一个能说清楚火是从什么地方烧起来的，那你怎么可以说这起火灾的结论就好下了呢？如果程处长认定这起火灾已经无法找到起火原因了，你们打道回府了，我们跟受害者啊也就好回复了。怎么回复？我们就说。 中国的火灾调查的权威专家都到现场看过了，根本无法找到原因，也不可能再查出原因，这样呢，他们也就踏实了，这场火灾的结论也就有了，啊，不排除房屋老旧、电线老化等原因引起的意外失火。住户们是什么反应？说法多，有的受害人家属认为这是人为的故意放火。 要求查处凶手，也有居民情绪激动，要求政府一定要查清事实，不能这样不了了之，以后再着火怎么办？房主要求保险公司赔钱，保险公司说啊，有人为纵火嫌疑，在没有查清火灾性质之前，无法做出合理的赔付，骗保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。 房主三天两头到支队来，要求给他一个明确的结论。市里、区里、市公安局和我们消防支队为这事儿开了很多个协调会、安抚会，给他们安排了临时住房，但都不行。受灾住户一定要我们查出原因。更难办的是，最近又传出谣言了，说这栋老屋起的是鬼火。 烧的是钱，鬼火？怎么可能是鬼火？烧钱又是啥意思？啊，有人说啊，这个民国年间啊，这里曾是一栋大资本家的洋房，地下室啊堆了很多外国的股票和银元。平津战役打响后，资本家跑到海外去了，跑之前呢，把地下室给封了。 带不走的钱财啊，就埋在了地底下。解放天津这个外围战斗打响后，国民党的军队怕解放军利用这片楼房做掩体，就用炮啊给炸平了。解放后，政府在这里啊开始建民房，那些股票和银元就深深地埋在了地底下。起火前的一个月，一个中年人啊突然找到房主。 提出要出高价买下这栋破楼，房主呢没同意，他要守着这栋老房，跟政府的拆迁办谈条件，保证谈下的条件比这个中年人出的价还要高。没想到一个月后，给起火了，起火原因呢又莫名其妙，说是鬼火倒无所谓，可有人说啊，这是拆迁办暗地里捣的鬼，意思是。 拆迁办放的火，
也有人深更半夜啊到这个废墟里来深挖，以为下面还真有什么财宝呢。我们知道请你们来啊确实有点强人所难，可面对这么多的矛盾和问题，火查方面不拿出个合情合理的结论来，群众的议论各种谣言很难平息。明天怎么展开调查？你是说你们不走吧？我们来干嘛的？不就是搞火灾调查的吗？至于怎么个查法，我们回去处理几个同志，商量出一个方案来。你们把资料带去，一起参加讨论。晚上招待所见。哎，程处长，我们已经安排好了，局领导要过来陪你们一起吃个饭。谢谢你们领导，晚饭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先干活，晚上8点钟见。哎，你赶紧向局里汇报一下，就说今天晚上的宴会取消。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你没搞错吧？晚上程处请客，你不知道啊？对啊，这就是处长请的呀。哼哼，这也叫请客？对啊，我当时也不相信。处长说了，就按这个标准吃，绝不能超标。哎，这也太抠门了吧！算了，还不如我请呢。哎呀，我感觉处长平时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啊。我琢磨着是不是他意思说，明天一早就撤了吧，对吧？今天晚上大伙儿先凑合一顿，反正也没干活，也没累着呀。哎，我看也是，反正这个火场也没法查，查也查不出来。哎，我听周处说呀，他们支队的意思是，让咱们处长过来一下就行。本来也没指望咱们能查出什么结果来的，那他还请咱们程处来干什么呀？查不出结果不要紧啊，来走个过场就行了。这样啊，他们好回去跟那些受灾的住户还有他们当地的政府交差嘛，说你们看人公安部派来的专家都查不出原因。哎，不是我们无能，是大伙太无情。哎，别在背后说这些不负责任的话，影响兄弟部队之间的关系，人家也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哎，要知道他们是这种态度，程处就不应该来。对啊，让咱们处长出马，太给他们面子了。行了，去叫处长过来吃饭吧。啊，我去。
处长，按照您的吩咐，饭菜都买好了。小林啊，哎，咱是留下来查，还是走啊？处长，你这问题我没资格回答。要是这个任务交给你，查还是不查？处长，这活我不敢接。为什么？狗咬刺猬，他无从下口啊。无从下口。李兰他们怎么想？李参谋的意思是，咱们应该学会放弃。如果查与不查都是一样的结果，那还不如不查。这万一查不出来，咱们不是更难堪吗？放弃。对，我也是这态度，见好就收，这才是明智科学的态度。见好就收。处长，您的一世英名不能在这件事情上，对吧？贺小康他们什么态度？贺参谋的意思，既然来了，那就查查看呗。就算查不出来，我们也尽力了，回总队也好有个交代。既然大家都是这个想法，咱先吃饭。质量调查了。哎，你们怎么不吃啊？快吃啊！吃完了咱好开会。怎么？这饭不好吃？是你请客吗？是吗？我请客能吃这么差的菜饭吗？哎，处长，这不是您定的标准吗？您说了一人三块钱，绝不能超标。三块钱能吃什么？就一点米饭加小菜了。哎，是啊，这饭菜。大家先凑合一顿吧。不过，这场火灾的受灾户吃这种饭，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已经是一个多月了。我请大家来品尝这个饭，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想让你们一同感受一下。感受一下这个滋味。当然了，我已经为大家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大餐。当然，这个餐不是今天吃，三天之后我请大家。处长，你可真能吊我们的胃口啊！今天晚上这个盒饭就算是咱的工作餐吧。其实我心里很清楚，你们没心思吃。你们啊，是在等我下决心，
是留还是走，是推掉还是查下去，对吧？对啊，那您得先给我们吃个定心丸吧。其实我让你们吃这个盒饭，就是定心丸，就是我的决心。出来的时候，总队长跟我说，部里受命你出的这项任务，不仅代表我们消防总队，也是代表公安部专家组前去执行任务。地方上的困难，就是我们的困难。既然来到了火场，就是上了战场。对军人来说，我们只有打赢的责任，没有退却的权利。你们都看到了现场，心里明白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斗。这场战斗怎么打？怎么才能打赢？我觉得一是靠我们对老百姓的真心诚意，二是靠我们的智慧和信心。不错，摆在我们面前是一块难啃的骨头，但是我们要把它啃下来，这就是一餐值得回味的盛宴，这就是三天之后我请你们品味的那顿大餐。起火的人，我发现了一个大型的烟雾。尸检报告证明，二人均为吸入了大量的烟尘。看你这楼板上红红的，往上冒烟，还窜火。